卯宿星信息，关于自我赋权。通灵克里斯丁，亲爱的，我们向你们致意，你们的地球现在拥有能量印记，反射出神圣的光，它被神圣盟约的广阔力量所锚定。这个盟约在上个月的周期中进入了你们的星球，它总是注定要被赋予人类以自我赋权。盟约承载了一个特定的设计，让你个人重新调整到你更高的认识，揭示你多为遗产的神圣真理。你将回到自然的更高层次的光。随着盟约的能量在整个星球上扩展，对于那些选择宣称本我的多维面向的人来说，一个频率持有转变变化的预示。这个盟约包含了你回归合一之光的承诺。你最初升起，从合一之中诞生，这些是你的神圣根源，你的自然遗产，现在你回来了。这是一个发现自我的揭示过程。当我们说揭开时，我们指的是你选择你的命运，重新调整到你的多维面向。你的神圣元素一直充满活力，在面纱之外完好无损。为了重新链接到你的高我，你不需要改变你的人性。这种重新连接是完全独立的、纯粹的，并且永远不会受到你作为人类的三维自我意识状态的影响。在帷幕之外，你完美的存在。自从你进入地球以来，你这个神圣的一面一直在你周围保持着稳定的指引之光。命运现在通过将盟约的本质锚定在地球上而向前迈进，这是你进入此生之前的约定。这个预先协议现在已经为你的转变觉醒而激活了。盟约频率的目的是让你能够启动自己，进入你的多维自然流动状态。事实上，你是一个多维存在。在三维人类自我状态之外，你作为纯粹的流体光意识存在。随着盟约的本质在上个月的周期中进入你们的星球，一个神圣的光之框架在你们的心细胞内建立起来。你的心同时被重新校准，以帮助你完全融入神圣盟约的震动中。这将允许你现在在这个更高的多维框架内锚定并充分互动。当你有意识地选择进入你的心细胞时，这个框架被设计为向外打开，就像一朵花的花蕾打开它的花瓣。盟约的力量在地球上加速发展，将其重点目标扩大到那些有意识的开放接受的人身上。盟约的震动开始创造一种流动的神圣光设计，开始通过你的心脏细胞照亮。这是运动中的纯洁，是重新连接到进入并锚定通过你的物理细胞的更高层次的光的辉煌创造的行动。盟约能量激活了你内在的转变，释放业力并解除束缚的许多方面，这些束缚将你与你一生期待的第三维度恐惧幻象联系起来。这种密度正在发挥作用，就像雾一样的能量，使你的感官变得迟钝，阻挡你与真理的接触，阻止你向太阳的全部光辉敞开，走向喜悦。随着的沉重感解除，太阳的光芒将照亮你的意识，将你带入记忆中，并恢复你的新的神圣角色。通过你的心，你建立了与你更高意识状态的活生生的联系。你的展开取决于你主动选择改变。只有你才能启动这种重新连接，并充分利用盟约的强大力量回到你自己的家。盟约的震动之光为你打开了进入多维光的能量结构的大门。虽然你的神圣妆容是一种完全流动的光，但你的流动性的充分表现可以比作漩涡。
你是存在于一系列多维平台中的恒定动力。在这些平台内是振动光形式的各个组成部分，创造了独特的振动流模式。这是你的多维新频率的设计，它在一体中携带着你独特的神圣签名光。在这个关头，你被赋予了有意识的调整和锚定你自己的振动特征的恩典。你的流体光携带着本质，持有你更高阶光的纯粹振动的链接。这些振动就像构成漩涡的流体波，它是你的心的延伸。在2012年12月12日，有一个巨大的水晶网络，通过你的身体锚定。这个水晶结构，使你现在能够将你的创造之光元素的全镜像光谱，保持在你的物理形态内。当您的流体光锚定在您的晶体结构中时，就好像打开了一个电灯开关，您的整个晶体结构都被瞬间照亮了。这种光彩启动了你生命中进化周期的下一步，推动你进入觉醒的下一个阶段。当你准备好体现更高层次的创造之光时，你的创造之光的波将通过你的水晶结构稳定下来，形成一系列与你更高意识状态的重新排列。当您与钻石能量的许多方面对齐时，您将能够进入觉醒的下一个阶段，这是盟约振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神圣意识的多维面向将来自这个一直为你在一体之中持有的纯粹的创造的本我之光。这整个过程就是你的生活频率被重新唤醒，让你超越第三维度的幻觉。随着钻石光能量在你的心中继续扩展和转变，你的内心将会持续而逐渐地揭开。钻石光能量将揭示你神圣之心的房间，并启动你的多维重新设计的回归。星号过程，打开广阔的钻石能量，与您的振动签名对齐。这是你在钻石能量频率内进一步对齐，并且在你的更高意识之中进一步融合的机会。知道钻石能量是合一的一个方面，你独特的振动特征也是合一的一个方面。有意识的呼吸，口中呼吸，然后从口中呼出。这种呼吸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频率，它使你超越自我意识。这种呼吸不会取代您的正常呼吸。创造有意识的呼吸，是为了支持你重新调整，重新锚定超越三维空间。创建手的位置，拇指触摸和食指触摸。当你的两根手指连接在一起时，你几乎可以制作出一个钻石形状的窗口。将您的意识带入钻石形状的窗口，并在窗口内放置一个有意识的呼吸，就像一阵柔和的风。在你看到、感觉到或感觉到的窗户空间内打开你的意识，将您的声音 enter 发音为 enter 放在开口内，感受看到或感受您是如何被钻石本质空间接收的。将声音 enter 再次带入你发现自己的空间，多一点打开你的意识，有意识的呼吸到这个体验空间，感觉看到或感觉到进一步的开放，或者可能是在空间内更多的对齐的感觉，感觉自己更深入的进入你的体验。松开手指，向外移动双手，感觉看到或感觉到面纱的分离，并发现自己在钻石振动中更深的对齐。在空间中打开你的意识，看到感觉或感受光的增长，照亮你周围的光。将您的声音 enter 带入光的空间，感受自己被更深的接纳在光的本质中。在光中进行有意识的呼吸，感觉自己在光中更深的对齐。
打开你的意识，进入你看到、感觉到或感觉到的空间。松手，慢慢的将双手放在你的整个胸部区域。当你这样做时，光线被吸入你的胸部，进入你的心脏。感受看到或感觉到钻石的能量如何流入你的心。来自钻石能量的扩展之光正在锚定，向你的心敞开。在这个扩展的钻石灯中，是您独特的光标志。将您的声音 alternate 发音为 alternate 带入您看到、感觉到或感觉到的钻石能量中，尽可能多的声音感受看到或感觉到在你的心腔内扩展的神圣流体光的本质。在你的过程之中，知道你并不孤单，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团队支持你们的觉醒过程。请求支援，寻求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未经您的许可，我们无法为您提供帮助。你是见证者，你的勇气得到承认，被深深的拥抱和爱着。祝福卯宿星人，谢谢收听，感恩祝福。